底用得的。现在引入的科技啊，做智慧啊农业啊，让我们可以更有效的利用我们的资源，而且产出的成品更好啊，让我们的农夫们啊比较不辛苦，也希望我们年轻世代的农夫啊，现在越来越多了哈，我们也希望他们在走向农业的这条路上，在科技跟政府的协助之下啊，他们可以开拓一个新时代的农业的典范，让我们的农业可以在区域或者在世界上面哈有一个领先的角色。这叶子好肥厚哦，是精准对，好劈开用力劈开，对，是是是，对，用大概。在过去很长的时间，我们台湾人都吃嘉义人种出来的农产品哦，优质的农产品一直是让台湾人有那种幸福感。大家还是要非常注意这个疫情防疫措施，都要做足，这样子我们大家都可以快乐的过一个春节。那也祝大家春节快乐。在这个位，这个是什么样的那个？哦，这是记者，记者，这是记者，记者，这是记者，不是你。那我的在前端。勤洗手，戴口罩，团结防疫后桂林。